到成都了。我刚刚 check in 完酒店，然后我现在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嘛，我本来行程是想要去看那个成都的博物馆，但是它好像直到五点呢。我现在要先赶着去做核酸，离这里最近的核酸。这里最近的核酸是1公里一个妇幼医院，我打算骑脚踏车过去。我现在来到四川省妇女幼儿童医院，结果我刚刚得知他说有弹窗的不能去了。好吧，那我现在先把核酸给做了，一直在这里维持5分钟。我刚刚去那个四川儿童医院，只提供有身份证的人做核酸。然后我就换了一家医院，发现基本上医院它都是要你办一个就诊卡，但是它这里的就诊卡都只接受身份证。然后好不容易找到在一个商业街亭子的那种可以做，所以如果你是港澳台之类的做核酸，你就要稍微看一下。熊猫基地，那我就来看假的熊猫。
成都市锦江区陈师傅，欢迎。To be this way, I don't have to wash away pain with liquid courage, liquid courage. I lick the scourge, I lick the scourge. Now I'm starting to think it doesn't have to be this way. I don't have to wash the way the pain. 今天那个小姐姐在上面拍的，好可爱。真的影响不满意，让大家踩点了。二幺三什么残窗不能进的，看我今天的穿搭，可爱的小阳光。那既然进不去的话，我就在这里自拍吧。往下一个景点去，前面是四川日报耶。搭配我可爱的。来到对面，试探看看拍不拍得到，浅合照一下。我来拍大头贴，记录一下，在成都留个念，拍拍。天还亮着，然后没有太阳，不热。后面有小桥，小桥流水人家。除了乌鸦的心思，赶忙说：“哎呀，这狐狸一脸怀疑的神情。啊”狐狸一本正经，扳着手指头给乌鸦列举开了：“这第一嘛，是身材好。”现在已经在成都的酒店了，
然后我明天终于要回台湾啦，事隔一年，终于这次可以回去了。上礼拜西安突然就是突然就有疫情嘛，然后我们好像礼拜三的时候说封校了，那时候我们是在期末考中，然后我想说完蛋了，该不会这次我要回不去了？因为上一次寒假没有回去，也是因为要期末考的时候又有疫情，可能那时候比较严重，是整个西安封城了。这一次是只封了大学，我刚刚点的沪上阿姨的西瓜爽。我明天回台湾吗？现在台湾隔离时间缩短，它现在是变成3+4，是3天隔离嘛，然后加4天的健康检测。你入境台湾要持48小时以内2次的核酸报告，需要准备一张 SIM 卡。我的话就是用我原本在台湾那张卡。如果你没有卡的话，机场那边会有柜台，你可以办一个临时 SIM 卡。很简单，现在就这样而已。我觉得唯一麻烦的点就是要在48小时之内做2次核酸。因为我昨天早上在校医院有做一次，但是到明天我晚上的飞机有可能就过期，所以我明天去机场的时候再做一次核酸吧。今天的话是到成都之后有做一次，然后成都还有一点就是地铁出行不是都用支付宝吗？但是在成都的话它没有那个台胞证的选项，所以也没有办法在上面刷。不过如果说来旅游或者是像我一样就转机来的话，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，就是去买那个单程票就好了。 OK， 拜拜，明天见。今天穿长裤，到时候衣服可以消毒。我现在要准备离开这里，然后去，还没想好去哪里，走吧。
果你第一次核酸过期了的话，就会让你写一个责任书，还是一样可以回台湾。其实我看大家也没做什么防护措施，就都是戴了个口罩而已。那就这样子啦，台湾见，拜拜。到了以后会有这个简讯，点这个绿色的。大家，我终于出来了，耶！就是你出来之后，他给你个贴纸，你要贴在身上。我现在等我的车来接我，现在晚上1点多。1:41